我们在10月30号发行了全新数位单曲 YZT Evolution。 这次的单曲跟之前很不一样，有浓浓的电子风，我们还特地飞到韩国当练习生，去 One Million 舞蹈教室找很厉害的舞蹈老师学舞，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佐佐悠悠。